好无聊呀，好久没去找小鱼儿玩了，去看看他在干嘛。可恶，我堂堂怪盗虎皮皮居然被一个臭丫头抓住了，叔可忍，婶不可忍，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。不过当务之急是要想想怎么逃出去。有了，我身上不是还有个东西吗？超级百变蛋，使用之后可以变成任何想象的东西。哎，好像变得不是这么理想，猪就猪吧，只要能逃出这炸弹监狱。累死了累死了，这炸弹监狱这么远，可恶的坏蛋，要不是天天要给他送水，我也不至于这么累。水来了水来了，产自钻石山脉源头的水。咦，人呢？怎么就剩一只小猪了？不好了，坏蛋冤狱了，我要去通知其他人。嘿嘿，这啥城管，没想到我会变成一只小猪吧，这么轻松就越狱了，我可真的是一个天才，找那小丫头算账去。这小丫头好像不在，那我就躲在这里等她回来吧。小鱼儿，小鱼儿，你在家吗？我来找你玩了。看来小鱼儿不在家，我改天再来。咦，这小丫头又是谁？难道是那个臭丫头的好朋友？那我把她抓起来，就一定能找到那臭丫头了。小姑娘，小姑娘，小姑娘，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是你在叫我吗？请问有什么事吗？小姑娘，我的腿受伤了，走路不方便，你能帮我把这个箱子推到前面那里去吗？没问题没问题，让我来。啊，哈哈，这个小丫头果然上当了。我好疼呀，我这是在哪？我怎么被关在监狱里了？哈哈，你终于醒了。你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我是谁你就别管了，我是来找那紫毛丫头报仇的，快说她在哪儿。紫毛丫头？难道是小鱼儿？听说她上次抓住了一个坏人，不会就是我眼前这个吧？不行，我不能暴露小鱼儿的位置。不知道，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知道，快说，不然可别怪我。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好，不说是吧？那我就让你尝尝我最新研究的剧毒子弹。不，好痛好痛，